小孩子两岁的小孩不是说？对。他怎么会站在路中间的呢？他推着车子，我领着他往那儿走，走到这儿呢，他就耍脾气不走了。嗯。不走了，他就蹲在那儿不动弹。嗯。我就往前走，我说你不走我走了。嗯。我就离得远了点儿。嗯。然后一直我回头看，当时我继续往前走，看着当时是没车，再一回头一听，这一叫唤，车过来了。